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光的舒压手游系列，我们又回来啦。这次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游戏呢？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小光玩一款每15秒钟就会跳一个广告的游戏吗？那时候我记得跳出了一个广告是这个割草游戏，然后小光看到就直接哦晕了，直接马上下载下来玩。舒压手游系列就是要有这种割草的游戏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试玩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广告里面的游戏吧。那今天我们就来玩这款看起来特别舒服的。那各位现在看到我们画面上有一台车子，对吧？这台车子就是我的割草机啦。然后这边有一个 sale， 应该是可以割草拿来卖。然后右边这应该是升级吧？哦，有了有了，你看。然后我这边一开始有500块，可以升级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先来升级这个链锯。哦哟，一个变两个，感觉好像很厉害哦。来来来，我们现在开始割草。哦哦，舒服哎！一开始链锯两个就很爽。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诶，为什么一开始就可以升级两个呢？因为小光刚刚已经小光刚本来在拍的时候呢，对，画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我们重拍。那时候我已经累积了500个金币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好不好无痛来爽一下。那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这边的绿草啊，割一割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到了那个黄色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很难割。来，我们来割给你看。哦，有没有有没有变得比较难割一点，对不对？等一下应该是要靠升级来增加我们可以割黄草的这个机动性。然后上面你看我们这边的这个可以装的量最多只有到360。好，我们360装完了，走，我们回去卖我们的这个草。哦，哇哦，650块，试一啦。现在把绿色的草全部割干净，我们再来升级。哦，这样好舒服哦。大家有在擦过那种玻璃吗？就在学校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不是会那种擦玻璃？这感觉就很像在擦那些污垢，有没有？这样子，把它全部擦干净，绿色的全部，好不好？全部把它割下来啊！黄色会挡到我。哦，哇哇哇哇，割起来，割起来 ，OK OK， 哇，这收集起来很舒服哦。有两个真的差好多哦，有两个链锯差好多 ，OK OK。捡起来，捡起来，都是我的钱。一趟现在目前应该是500块吧？哦，满了。我们现在500块，就500一趟，500一趟。哦，来卖掉。现在1153，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升级什么。这个是升级我们的那个链锯嘛？然后这应该是让我们的链锯变大吗？哦，不是，应该是扭力变强之类的吧？哦，啊，那这是速度。OK， 那我们就 Let's go， 看一下我们现在割草是不是变得更方便。我们有加了一下更扭力，哦，有，明显有差哎。虽然还是慢的，可是各位，我们这个割起来的感觉好不好？这扭力有变强咯，我们的这个链锯的扭力有变比较厉害。先把这边的刚刚割过的钱全部收起来，好不好？我们不要浪费哦。掉在地上的饭粒是不是要捡起来吃？啊，哦，好吧，掉在地上饭粒还是不要捡起来吃好了，会有细菌。哎，好，我们开始攻击这个黄色的这个区块了。是不是这一块割完就过了？我看到上面有个星星，哎，是不是我们割越多，它就会？哦，有了有了，我们达成一颗星星了，解锁了。不不不不，我才不要了，我要让我的这个等级再高一点。现在割起来很辛苦哎，对不对？加油加油，收集一些收集哦，这个。这有点难割啊，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加强一些东西。我们目前是两个链锯，然后有加强了一点点的扭力。我看速度是不是可以这样加强一下？这个，他就是说速度160，有了。然后目前的钱只有390几块啊，这是要三等才能加，是不是？这等级三才能解锁，看来不行，我们还要再慢慢的割一下。我们至少要到两星，你看两星那个地方会有一个，哎呦呦呦，好快啊！割起来速度有变快了，哎，有有有有有，只是会不会这个黄色跟绿色一样，同样的价钱呢？哎，这比较难割，应该要给我算多一点钱吧？哎，有有有有有比较顺一点，有比较顺一点，虽然速度还是偏慢，不过跟刚刚，哦，有了有了，我拿到二星之后的钱直接就发嘞。我还以为是直接结算的时候才会给我，并没有，就是直接给。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现在又有1000块、1200块，等一下又可以来升级我们这台车子。好的，我们先把这一趟拉满，我们再回去。哇，这强迫症，强迫症就会想要把这边全部割掉，然后再把全部的钱全部捡起来，对吧？各位，我发现我观众很多强迫症，每次都在留言说：“小光，你不要那样，我强迫症发作。”虐爆你们，真舒服。我看一下，哦呦呦呦呦，他钱有比较多哎，太好了，我们快来升级一下，我来看看，这是不是应该加一下我们的容量啊？容量先加一下好了，然后再增加一根。哦哦，变大个，变大个，我以为它会直接变三个，好像没那么简单。哇，你看我现在的，哇，现在割草机的那个链锯，呼呼，范围超大哎，好爽哦！耶耶耶耶，割起来割起来，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拿到480，至少可以拿到三星了。这游戏很舒服哎，就是一个你真的是压力大可以玩的游戏，我觉得真的是舒压手游。很好，我们下载到一款好游戏，重点是这款游戏可以关广告玩哦，不用在那边每15秒就被广告骚扰，太好了。哎，满三星了，不不不不不不，他要叫我直接从6个变成12个，先不要先不要，好不好？先不要，我们先不要。OK， 我们先全部都拿完了吧？我看一下有没有没有捡到的。嗨，这两个这两个 ，OK， 捡完直接收工。我们那车子等一下要不要加快速度啊？先把它卖掉。Yes， 1000块。还要我先过去下一关，先不要，我要再先加强一下我的这个机器。OK， 可以。走，我们去 map。哦耶，我们第一关完成了，我们现在要到第二关的小岛，它是这样子连下来再连上去哦，太神奇了吧？哎，来了，我们到第二关。哈，第二关的草就跟我刚刚的是一样的草。所以很舒服，哦耶！来来来，清干净，清干净，哦哦，好舒服哎！这游戏真的，各位玩了你就知道，就真的是像他们广告那时候歌的感觉一样，还蛮爽的哦。这样收集起来，莫名的有满足感啊耶哦耶！我等一下再来升级一下，我觉得这样的游戏，然后再让我升级哦，这个我觉得机制做的很不错。哎、欸，拿起来，拿起来，480，480应该可以两趟。OK， 我们先把它全部割完再来剪。哦，我割到那些蓝色的嘞，我发现蓝色的我好像我也割得起来。啊，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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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等一下再回来，等一下回来，看一下哦，可以卖多少钱？呜呼，哇、哦，1000块，1000块，直接升级，无脑升啊，不够啊，啊，没关系，我们增加一下速度好了。哦，变成6个轮子哎，酷！哦，车子有变比较快哦。哦，有有有有，割起来！哎，所以其实车的速度也是可以帮助我的割草的这个进行的速度哎。我以为这个速度就是你开爽而已，没有，并没有哦。它也是可以让你一定程度上让你推进你的这个下一关的草的速度变快。OK OK， 割一下割一下，哎，我现在目前到这个车子等级到蓝色草这边。哦，好啊，还是有点慢，可以，没关系，很快啦，就变快了。来来，累积点，累积点。哦，他说下一个等级就可以解锁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东西。好诶，来推一下，推一下。虽然好不好，推得很慢，可至少我们这个范围很大，这样割一割，哎，完全都不用升级，我就可以，好不好？哦，来了来了，2016。我默默的就两星嘞，来来来来来，哇，3500块，我看一下现在升级要多少钱，750，我1600，我加一下 power 好了，再加一下这个，好，我们割的速度变快了，然后扭力也变强，来来来，收集一下，呜呼，哇，这什么？这草根本就没有韧性吧？割一下就起来了，太爽了吧？等一下，我们可以拿一点钱去把我们的这个可以装的容量再上限再提高哦哦，这个割起来好爽，呼呼，超爽超爽，哇塞哇塞，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把它等一下自己过。这个钻石我还没拿来换过，
可能之后会有个商店吧。我刚好看到一个 shop， 之后应该会开起来。开起来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拿来用这钻石来买东西。哦，这边有一小段杂草没有把它割干净，好不好？虽然那可能拿不到钱，我把它割爽一下。来来来来来，我看一下蓝色这么多，应该可以换的不少钱吧？哇，换300块，这样子一下子就3100耶，好爽哦！那这是什么？哦，等一下才会解锁，先加一下这个好了，再加一下速度。OK OK， 我们先把容量压到720，720这样才能赚钱嘛。来，我们到第三关了，我们看一下它解锁了什么。啊、兄弟，借过一下，我要看一下解锁了什么。哎哎哎，哦，他解锁了其他的东西耶。好，那我们先来累积一下。那走，现在这边好不好？蓝色已经对我来说，哦，等一下，这边怎么会有绿色？哦，哎，变大了，变大了。第三关开始。哦，绿色比较没那么难刮。哦，我看到了，刚刚那个就是我们升级可以拿到的东西，对吧？绿色是它的下一阶，然后红色才是，好不好？红色才是我们要，我先记得回来捡一下钱啊。OK OK OK， 沿路捡回来，真爽。然后他这个 sale 应该是可以直接帮我载回去，然后要花钱让他把我们这些东西载回去，不用，我们自己来就好。哦，这个铁轨，哎耶哦耶哦耶，割一下啊！这些钱每个都300块，我等一下应该是超级 rich 哦。哦耶哦耶哦耶，可以卖，我看一下他怎么卖 ，free 哦 free， 真的还假的？第一场是 free 吧，第二场就是要吃广告或者是要钱吧，不要骗我喽，他只有第一场是 free 而已。这个套路我看过，有一款跟他很类似的游戏，他直接帮我载回去卖，还不错。OK OK， 割的差不多，虽然我发现应该会有些强迫症的人会受不了，不过没关系。哦，满了，哎，啊，再回去有卖吗？他没有卖啊！我刚刚的钱怎么那么少？骗人！怎么可能？我刚再回去的量这么多，只给我这么一点点，不可能吧？对吧？怎么可能？先累积。看一下，现在卖的话，哦，不用钱哦，真的还假的啊？这还可以叠吗？不能叠了。啊，他整一次，他去了一次，你看，不对啊，他回去也没有给我加钱呢。请问我的车装的那些东西跑去哪了 ？Hello， 我装的那些跑去哪里了？啊，还是我知道了，啊，我懂，我刚一装过去，他马上就帮我卖了吧？是不是？哦，有了，哎，卖比较少哎。这卖比较少哎、欸，这太亏了吧！这亏烂了哎、欸，完蛋了！我跟你讲，不要哦，这边啊，这应该是可以帮我提升装上去的这个容量，还有跑出去的速度。可是他卖我这卖60几块钱哎、欸，还是现在这边都只有60几块啊？我觉得有点亏、欸。刚刚我记得我卖的时候是有300块，嗯，好，没关系，我们现在有三个链锯了，这边绿色的直接无痛，好不好？无痛歌曲，歌，我先拿回去慢慢看。绿色的如果也只有10几块、100多块的话，那可能就是每到一关的时候钱就会变不一样。好，我先拿这一坨回去看一下，测验一下到底是，哦，真的变少了耶，好酷哦，怎么变那么少啊？好啦，没关系，就地起价，到了第三关之后。本来那个我们算深蓝色那个可以卖到300多块，现在只能卖100多块，亏。可以，那我们就直接卖给那个好了，卖给那台车，既然是免费的，那就卖啊。我们可以趁机好不好？不用再走回去。来，把这割干净。哦吼耶哦耶，这个红色有点难割啊。等一下增加一下我们那个 power 跟速度。OK OK。这个有点困难，摸一下，这样就好。好的，好，先卖它。它能装多少？哦，它最多只能装这样，差不多啊，可以啦。那我这边可以再割，它
他说下一个等级可以解锁。哎呦，又要解锁什么？他这个吸力没办法增加，有些游戏不是可以增加你吸的范围吗？吸到东西的范围，我觉得钱应该也要增加这个吸的范围。喂，割一下，哎、欸，有，它绿色的其实比较少，我以为还蛮多的，并没有。哦，我快割到两星了，当我割到两星的时候，好不好？又是我要大升级的一次啊！哦，哇哇，我这边累积超多钱，来了来了，钱来了，3000、3500，好像有点少、欸，这好像有点少，大哥，我这边这么多料。你只给我3500，就很亏、欸。吸一下 ，OK， 吸一下。好的。有了。这个强迫症，剪一下。虽然没有多少钱，嗨，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卖一趟好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升级了。我这台去打那个红色比较慢。哦，300，是因为我加比较多吗？啊，我知道了，可能是他300的原因是因为一次丢很多进去，所以看起来像300，其实那个一个100多而已，就是看你累积的量。加一下这个，加一格够吗？我觉得好像不太够，不过没办法，试试看吧。来，割进去。哦，有了，有好一点，有好一点，有加一格就差这么多，牛力还是有差的哦。嗨。OK， 割一下，我觉得700目前还蛮不错的，720拿起来还算够，对吧？只要我们这边，因为我们每次都还是要回去升级嘛，那其实我们720回去升级一趟，来再拿去卖一趟，应该差不多。割一下，哎，剪一下，其实蛮舒压的，这样子玩着就忘记时间，有没有？啊，我是觉得放在手机上下载，好不好？然后，如果你想要不吃广告，你就把网路给拉掉，然后再等待时间啊，或者是等车啊，或干嘛，闲余时间无聊就拿来割一下，是不错的选择了。OK， 427。不过它美中不足的点就是，他们这种游戏哈，有些就是没有音效，像你看现在这个，如果它割的时候会有听到音效的话，我跟你讲，这是真的。这个输压满分，哦，这个你要自己脑中自己脑补的，自己配，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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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没有？奇怪，他们这游戏公司没有那个经费让他去做那个嘛音效吗？音效应该去那个 YT 图库不是有很多吗？或是网络上找一下，为什么游戏不做呢？真是很奇怪哈。哎，你看，我现在720。我才不要带那个回去，我要直接从这边，嘟，400，碎，五千块可以，我们成长一下我们的速度，还有这个哦，超大链锯，嗨，我们要先去拿我的钱，我钱还没拿完呢，这个可以带回家了，这个可以直接，哇，直接让他们从火车带回去。OK， 我不懂哎，反正丢进去就有加钱了，对不对？何必要再等他跑回去？哦，我知道，他跑得越快，下一趟就越快啦。OK， 我看一下，目前可以加的就是这些嘛，轮子的速度啊，然后把它这可以增加的容量加多，然后这应该就是大小吧，它也可以增加更多，然后这应该就是它的 power， 就是它的那个割草的扭力，然后是速度，它的那个转速，啊，这就是 you know。没什么用，之后才会用到，这应该我觉得之后才会用到。第五关就会有 shop， 就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哎，从那边直接剪掉了。我旁边第五关就会有这个商店了，蛮好奇这商店会卖什么东西。嗨，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割草的阶段，怎么又变紫色的？那个草看起来应该会难割哦，哎，并不会，好不好？因为我们刚刚进来之前又升级了一次。哇，虽然慢了点，可是这割起来越来越舒服。哦，我跑超快！哇塞，我跑超快的，各位看到了吗？神速，超神速度，瞬间就把这一片给割完。哦耶，割一割，割一割，
可以，这一关就哦，这一关他的那个在那边，他的那个是啥？那台叫铁轨车吗？啊，铁轨车在中间，靠近中间，可能因为范围变大了，每一关的范围越来越大。哦耶哦耶哦哦，看他这样吸起来很舒压哎，高到我已经看不到了。OK， 把它先割完，等一下再来吸。先把它割干净，割干净。OK， 等一下再捡钱了啊。不不，我来了，400、400、400、300、300、400，哎，可以可以，3000块，3000块这边买不起东西，可是我们买得起扭力，啊，这个不买 ，OK， go， 再累积一点钱啊，这边钱啊，哦呦哦呦，速度有差哦，有加速度，割起来的速度是有差的哦 ，OK OK， 收集收集收集。好，这一波回去应该又可以再大赚一笔，我可以把我的车再变得更强大一点。嗨，结果一下 ，OK， 这麦小麦色的应该都收集完了，哦，上面还有四个，那四个应该就不用拿了。嗨，拿好了，2900多，2900多，我们可以再升级一个，这个好了，变840 ，Go。紫色我来了，哎，紫色割起来也是挺舒压的呀，虽然速度没有刚刚那么快，可是好不好？这样够割了。哦，到那边就卡住了，我就知道。那我们就先割紫色就好。哎嘿，紫色就是直接好不好？韭菜这样韭菜割起来，割韭菜游戏，我们这台就叫割韭菜模拟器。呵呵呵。好，我们来收一下哦，哦，这样一次收很舒服，车子速度加快之后，收更快。哦耶哦耶哦，割是一个舒压的地方，收钱也是一个舒压的地方，双重舒压哎。拜托啦，加个音效啦，好不好？我希望这个游戏会更新。他们其实这些手游很神奇哦，这些手游我们还以为这种免洗手游玩一下就没了，对不对？可是有些游戏他们是会不断的在更新哎，他们游戏公司会在改良，这很奇怪对不对？想说这种广告手游应该一下就没了吧？哦，没有，过一段阵子再回去看那个游戏又更新了一些东西。对，希望这游戏好不好？我觉得他这外国应该是外国做的啦，所以他应该是不会看到我的频道。不过如果他看得到的话，我真希望可以跟他建议说这游戏好玩，可是能不能加音效？拜托啦。简单的音效就好，要求不多吧？嘟嘟嘟嘟嘟嘟，3100哦，3100再加速度，不，应该可以啦，再加个速度好了。好好好，你现在车的速度超快了吧？跟跑车一样。哦耶，哦耶，哦耶，哦耶！我觉得加速度应该也是可以帮助我割草。我现在有840，这一趟可以先，这趟应该是可以先让它载回去了。反正我们等一下还有一趟，好，我先把它带回去给他。来，啊，要4颗钻石了，哈，我就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果然没那么简单。你看，钻石要用到了，就是用在这个地方。可是我没有加那台火车。其实，如果你不觉得很浪费时间的话，可以不买，真的。哦，又有钱了，又有钱了。他每次都帮我补大概3000块给我。可以可以，我觉得还不错，2至3000块，补起来补起来，哎，我现在红色割不太起来，确实不太妙，所以我们必须拿这些钱，好不好？再回去升级一个，你看，不知道有没有巧妙的安排好，我们现在去回去增加其中一项就好，增加大或者增加速度或者增加它的那个扭力都可以，好不好？都可以，7000了，7100，我来看一下7100要怎么增加。哦，这个好像比较少一点，增加一下这样，你看三个平均，我让它扭力变大一点。来，我们来拿这边测试一下。哦，有有有，虽然还是有点勉强，割起来比较没那么快速，可是我们的这个范围很大，所以割起来效率还是很高的。扭力有加，就让它的速度变比较快了。哦耶，我觉得这范围很棒，
之后如果超级大范围的话，我可以在原地转圈圈就可以割好一个范围。哦耶，割起来，割起来！哎，我发现不行了，我再玩下去好像时长太长了，对吧，各位？不行哎，我们今天先玩到这好不好？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的这个割割割草机可以变得更强大的话，好不好？一样是老样子，1000赞，好不好？1000赞就好，我们要求都不多，1000赞就好。我们把这一关割完之后，就结束好了，不然我觉得太长太长太长。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观众大家都喜欢看我玩到几分钟，对，我差不多就设定在15到20分钟了。对啊，玩这游戏有时候玩一下子就玩完，好像又有点不过瘾，对不对？啊，如果游戏太烂的话，我大概不到大概10分钟左右我就不玩。啊，这款游戏还不错。好，我们把这边草都割完了，舒服，收集完，找我们回家。回家卖我们的钱，然后把我们的车升级好，再静待大家有没有办法让它变成1000赞。哦，钱超多哎，7000块，7000块我们可以升级，好像两个都可以升级啊，不行，差很多。可以，那我们升级一下这啊，这也不够，3200。好啦，各位，现在目前3200，我们本来是想看一下这个商店是什么啦，不过你知道的，再拍下去可能就1个小时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小光的割草机变成超强超强超强的话，记得点赞点起来。那我们下部片见哦，各位，拜拜。